我来。三百啊，三百啊，来。好，预备。我来来来，用力，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，差点碰到了，继续。吹哨子的声音，这就是谢谢的啦。辛苦了，拜啊，这个。对啊。吾日阳王阳明的。王阳明，他这一望要抬很高、哦。哇！直接就来了，直接就来了，直接夹下来。他真的可以夹三百六。那我们的大概没底哦。我们那个到底都他都还夹得到。还夹得到。宜兰最顺男呢？完了。刚刚。当三二五的时候，他还引体向上一下，三百四哦，因为把自己的身体钉在上面，他才办法夹到。加油，这里是哪？是吗？我来想看你是哪。那这样对不对？对，然后呢？然后呢？要上来到这里。哦，用膝盖跟胸膛把球弄破。对。哦。这样知道吗？那你要试一次啊。好来。对。开始。来。来。来，身高一点。来，身高一点。你啊，你弄不过，谁赢了？谁赢了？不是，哎，大哥，你起来的时候为什么两脚都是开的、啊？那怎么就起来？为什么是开开？筋比较硬啊。筋比较硬啊。嗯。你是筋硬还是你根本上不来？什么叫上换？哇！我仰卧起坐可以来，好来来膝盖。尽量掉啊！第二棒，宜兰最速男，第二彩线，加油！好，好，有脚印，有脚印，有脚印哎！好，这个距离跟翔哥好像差不多。好，我们现在累积到6米9，6米9，6米9了。所以你跳了3米7，两个人合力跳了6米9。国中要看你了，因为国中要跳远选手吧。以前是跳远的，加油！加油！下去！下去！加油！好了，屁股落在这里啊！滑，要看屁股的嘛。对。滑。那就滑。那阿丽你啊？滑哎！滑哎！那因为软的，你一定会软，往后退啊。10米4啊！换球！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换脚！哎，换脚！换脚！哇！差太远了吧？哇塞！这个差怎么会差太远呢？太夸张了吧？他这一个人呢？啊？哎哇！这个其实再多加我一个，我跳4个，我们可能都没有办法赢。